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自己蒸的这个扣肉，这个比较大块一点。好吃，就是感觉蒸的有点切的太厚了。哎呦我的妈，烫手了。先从这边吃，太烫了。底下垫了万宝菜。给我少一点的啊，太厚这个。哎呀妈呀，凉一下凉一下，太烫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这个竹笋炒五花肉，竹笋炒五花肉，然后放了这个泡椒炒的。好吃，就用这种竹笋，9.9一包啊，用来凉拌炒肉都可以，都好吃。但是最推荐给大家的还是用来炒五花肉。
拜拜。